想娶一个女人。你们要真爱的话，就把你们自己的最终那张底牌给打出来，你们想干嘛说给对方听就好了，就像刚才上一对嘉宾一样，我不再勉强了嘛，我看吧，我陪伴吧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嘛。你们开诚布公的去谈，去发现在曾经的恋爱过程当中彼此做的不太好，不是对方，而是自己做的不太好的那一部分说给对方听，我想这才是今天你们来到这个爱的正能量能够得到的。也不是说我不想跟你回洛阳，只不过我现在目前事业重心是在成都那边呢，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这东西？可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一下。那好吧，我也明白你意思。女生的意思是要再考虑，是吧？是。男生说明白她的意思了。对，我看来还是需要让彼此多点时间，这样。
今天在这个现场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给彼此空间和时间，而不是那么紧的去逼着对方，对吧？行了，来吧，严老师，讲了一段这个金婚的故事，你送礼物给他们吧，让他们把这个故事带回去吧。啊，来，送给你，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长久，加油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啊，谢谢。